为着响应世界推动无分清新环境的新潮流，市府卫生局和交通局公共运输处、大台南客运业者、高铁台南站共同合作，在关庙区公车转运站共同举办无分转运站转运去台南告白活动。市长委托亲自参加，为台南市十五处转运站来推动无分场所，做伙守护大家健康。打造优质旅游环境，无分转运站解开序幕。首先由新华大木港、罗林古团展开序幕。二十号上午，全市十五处公车转运站户外等车停，将要成为法定禁分场所。市长委托亲临参加，为台南市十五处转运站来推动无分转运站转运好台南甲白活动，做伙守护大家健康。为了要保障你家己，嘛要保障甲别人，咱这个转运站，吼、哦，虽然有这个大坪啊，你讲啊，这个外口啊，但是因为你有大坪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真侪人会伫边等公车的时候啊，也是讲要伫个转运站遐遐热日头吼，小歇一下时阵吼、哦，你咧食薰拢会影响着。所以呢，我想这是政府的一个规定，伫真侪啊公共空间，唔是讲室内禁薰啊，尔。伫即个边仔卡、凉亭仔卡，吼，也是即个转运站的即、這个啊，来外口，吼、哦，我想拢无方便啊，来防食薰。所以我想啊，当然咱一方面配合中央的政策，一方面嘛希望讲咱家己市民的健康爱照顾着。所以我想伫遮啊，咱规划了啊，总共有14个转运站啊，要用做无烟转运站，如果加上高铁。迄、那个规型的高铁啊，迄、那个站吼，迄、那个快捷公车的站，总共有15站。我想这点，咱一定会当来进一步一步来打造一个无烟的社会啊。卫生局表示，今年依照烟害防治法的规定，无分转运站为着避免民众出发，已经事先伫公车转运站设定下目的禁烟告示牌。台南市公告15处转运站户外等车停。禁止食薰，为7月20号到9月20号为宣导期，相关单位会派员到各区，尤其是旅客坐转运站、户外等车停加强宣导。宣导期为2个月，为着健康思想，请食薰的人赶紧戒薰。记者陈嘉生，关庙区采访报道。